人生为着啥？我会讲，为三顿，为生活，甲为某囝。但是别人看别人的面色，配合别人的心情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，因为已经真久。知影笑容是做安怎？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？爱是一习惯，一生有头无尾的我，有时快乐，有时悲伤，有时一首孤单。爱是一习惯。伊在咱的心正着生活，有时清醒，有时怀疑，人生到底为着啥？我回头去你的看，勇敢才知影，咱的舞台要用青春来换。真的吗？相亲照。哎呀，两姐妹拍什么自拍？在你啊，帅气的背影。相亲照，太好了。